欢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学会，我是陈明君，各位同学上课了。台北股市电子股的电力啊，越充越饱，越来越足了吗？虽然今天台股因为美股的四大指数收黑，一整场呢都在盘下小跌震荡的，可是哦，包含了台积电力守平盘之上，大方配息的鸿海更是一度上涨接近了2%，台股的底部支撑买盘真的够有力、够强劲吗？有办法力抗美股还有外资的卖压吗？马上欢迎今天来同学会的三位来宾，第一位欢迎分析师王兆力，兆力哥午安，明君好，同学好。第二位欢迎分析师连前文，阿文塞好，明君好，各位同学大家好。第三位欢迎分析师邓尚维，邓老师好，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外资呢心口不一啊，金管会也动尾调了吗？因为哦，台积电的部分呢，尽管今天守住了590元的大关，可是呢，金管会说外资连续对它卖超啊，它要来宣战了。因为外资呢都看好台积的目标价至少到700块钱之上，但卖超没止不住，金管会出手的能够挡住外资提款机的卖压吗？好，现在、外资又反过来看好台湾的 IC 设计喽，又是反指标来发威吗？真的要小心了。只是今天呢，要来问兆力老师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记忆体喽。为什么呢？小摩警告说，记忆体需求疲软，保守看南亚科跟华邦电，但外资自己昨天呢，却是大买这些相关的个股，又要反着做吗？我们追问老师的最新看法喽。春天来了，肥料来了，把这个肥料价格呢推上了历史的新高价。现在呢，科技股的尖牙股已经退烧，新的尖牙股跟着能源跟原物料的行情相关，变成了当红的炸子鸡吗？直今天呢，肥料相关类股呢是爆了大量，创高流了上影线。可是昨天阿文塞有提醒哦，这些热门股、强势股在 M 头还没有成型之前，依然有机会做多震荡向上吗？追问阿文塞的最新看法了。鸿海发出了史上最大的红包股利，外资回头转买了，小股民们能不能够跟呢？100块钱的鸿海地板价超硬，真的不用怕吗？那么洪家军大牛像臻鼎已经创高了，叠升的小兵台阳今天呢也是加速的往上冲，还有邓老师啊告诉大家，在相对低档布局的 MCU 族群，新唐盛群表态攻高之后，那同族群还有哪一些遗珠之憾呢？请问邓老师，广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哦，昨天美国股市稍作的回档，台北股市呢今天也在盘下震荡，今天呢是中场下跌了32点，收在17699点，量呢依然不是很够，2626亿元。不过还好，尽管指数是跌的，可是哦，全指股似乎都还展现了撑盘的力道，包含了台积电今天是收在了591块钱，守稳了590，而且还翻红上涨1块。鸿海昨天公布股利创下史上新高，今天的买盘也蛮积极的，只是大摩又再次唱衰了记忆体的部分哦。华邦电今天大跌了超过7%，而且爆量。但我们看一下筹码，昨天大摩居然是买了10000多张，知道怎么样来解释呢？之前赵立哥有说吼，大摩的报告参考就好，也许可以反着做。那他一下子看衰他，可昨天却买超，又要大家有没有这个压低吃货的联想呢？不太清楚，等一下回来就问赵立老师。那从台北股市来观察哦，今天呢，指数就是在这个均线当中来做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可现在就是族群的选择以及资金的轮动速度变得非常的快，怎么看目前台北股市最新从今天来观察盘面的一个主流变化呢？对，没错，我想今天的指数来看的话，当然它一度回撤半年线了，那在昨天来讲它是站上半，那还好啦，半年线有守稳啦，所以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当然第一个支撑就半年线的部分17584，今天一度回撤到17600点。那年线的部分来讲是17376。那假如说就现行来看，当然你假如要往上攻的话，那成交量至少要3000以上，对，它才有利于往季线来进行挑战。
那目前来看，其实你可以观察最近这四天，其实量能它是呈现萎缩的情形。因为第一个来讲，当然美股的部分啊，其实短线上大家都有反弹，其实也不是只有美股，像日本股市、大陆股市、香港股市，其实大家这一阵子都反弹的。那反弹到这个阶段之后，大家可以发现成交量慢慢的萎缩，因为俄乌的问题，因为升息的问题，其实这些都还是有一些的杂讯。然后，假如说这些杂讯慢慢的解除，那当然我相信成交量它就容易放大。可是我觉得以目前来讲的话，成交量不容易再放大到3000亿以上了哈，就是说，除非俄乌的状况真的有比较大幅的缓解，不然说真的，在目前来讲，大家都还是会怕。好，那以目前来讲的话，电子股当然它还是台股能不能往上攻很重要的关键。那这部分你就观察纳斯达克或费半。那 IC 设计类股的部分来讲，它会是指标了哈。其实大家在操作上来讲，只要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时候，就是大家没有那么悲观的时候，你可以发现 IC 设计类股的族群非常多，对，就容易有一些的股票就容易出现突然间轮得动。对，他们是轮着动，所以我才跟大家讲说，假如你真的操作台股了，不管你现在的持股比重多高，比如说你是50%好了，那当然不要太高了，就是说我是建议尽量在50%以下，比如说你30%附近好了。那你的持股当中，当然你不能少了 IC 设计啦。对，你可以有传产，你可以有金融，你可以有，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因为 IC 设计真的是一个很活泼的。为什么它会活泼？就是说，第一个它股本很小，第二个，假如说它的产品真的搭上趋势，比如说未来这两年的趋势或三年的趋势，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IC 设计股，其实搭上趋势的这些股票，营收获利出来，真的有时候都是成长两三年。对，不然股王高价股为什么 IC 设计类股这么的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操作上来讲，就是说你假设有五档股票好了，还是三档股票，你至少要有一档你自己去选择 IC 设计，对，直优的，对，直优的这一些哈。那金融股的部分，当然它是助攻啊，不过就是说，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银行还是优于寿险，优于证券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其实最近比较强的还是在银行，没错，比如迄今、销金为主的这一块。不过美国的金融股说真的没有那么强哦。最近的美国金融股反弹完之后，最近又开始出现回档修正的一个走势。那传产股的部分来讲的话，当然它是一个轮动。对。那你可以看到像钢铁啦、航运啦，不管航空或货柜，其实我慢慢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些少部分的塑化，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啦。快要轮到了。我觉得快要轮到，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讲。所以钢铁、航运，还有一些的绿能的部分，像今天风电的啦，有一些股票也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强。那塑化等等，我觉得应该有机会轮到塑化的一个部分。好，赵瑞老师说，在你的这个持股当中啊，现在俄乌的情势还没明朗，你的持股水位不要太高。可是持股的这个配置里面呢，还是不能够缺少电子股。那我们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第一个是啦，护国神山台积电呢，外资连18天卖超，立委也火大了哦，就点名大小摩、大和、汇利、花旗、美林等等。高盛也称瑞银啊，一定要限期说分明。然后呢，现在尽管说金管会呢要来查，因为觉得怪，为什么你目标价都喊到780、810、780，可是呢就一直的卖超。但是我想问赵毅老师，尽管会管真的有办法救吗？好，再问一个问题，这个是先打个问号。第二个是说啦，科技股的方面呢 ，IC 设计是小摩点将，他看好矽力 KY、翔硕、爱普等等哦。可是也是要小心四大冲击，包含了地缘政治风险、疫情、在家工作需求可能会放缓，还有库存的问题。好，第一个是半导体部分，第二个是 IC 设计。现在就很担心的是外资心口不一，一边说好一边卖。这次看到的是 IC 设计股，会不会大家又要有一点点的担心呢？对，没错。我想目前来讲的话，当然金管会的部分要去查外资啦，台积电的部分。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了，基本上你看得到的这些的报告都是 sales side 的部分，就是他是给他的客户的。对。那他给他的客户，就像我们建议股票，你有可能跟我对坐啊，对不对？那不一定说他一定要买单，比如我建议买进，他不一定要买，搞不好他反而是做卖出的一个动作，除非他是 buy side 的，就是针对内部的部分来讲，比如他们的自营部位等等。那当然相对上这样就有一点比较不好啦，就是说我给你，然后自营的部位、操作部位它是卖出，那就有反向的一个情形。那基本上而言，其实这个都是针对 sales side 啦，就是给他的客户去去观看的、去参考的。那所以你说金管会的部分能怎样子？我觉得理论上来讲，应该对啦，有限啦，效果只是说它是一个宣示效果，它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我们的主管单位真的有在看哦，有在看。好，那你外资的部分看能不能不要再卖了，对不对？那其实它的卖真的还是源自于这些的问题啦，就是说地缘政治真的，你看到不止小摩啦，其实有一些外资的报告也开始针对
所谓的一个晶圆代工啊，或者是科技股的部分，其实他们都认为地缘政治，因为地缘政治的部分来讲，确实它会让外资的部分卖出，就是说他想要握有比较多的现金，所以他卖。其实台积电它是流通性很大的，最好卖的啦。对啊，最好卖，卖基本上来讲不至于会突然间棒跌停，那个很难呐、啊。所以他要抽资金是真的比较快啦。所以我的意思说，当然地缘政治的部分，那还有疫情啊，或者是在家工作需求放缓的部分，那还有库存上升的一个情形。我是觉得就是说。以目前来看的话，因为这是总体的经济啦，就是说俄乌的问题导致成全球的经济，或者是通膨的部分导致成全球的经济，在未来是不是会放缓？确实这一块大家多少都会担心啦、啊。好，那我们从它在科技股当中看好的吼，其实呢，我们红色的字就是有关 IC 设计的部分。那张老师，你刚才有讲到说 IC 设计族群呢，股性活泼，股本小，但是它的种类真的实在是太多了。今天盘面上换谁点火是这个吼，这个做。触控，然后这电子标签 IC 的元泰，它创下了新高，也带动晶弘向上来拉。每天都不同的族群轮动，它要冲就是一次冲上去，这个节奏的轮动到底该怎么抓、啊？对，没错 ，IC 设计它的族群真的是太多了啦，哈、嗯，当然它包含了很多的所谓的一个消费端的一个产品的部分，好，那其实最近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以 USB 这一些 Type C 为主的，另外就是车用的啊，因为最近 Tesla 这一些股票电动车也上来，所以这些股票也上来。那当然之前来讲的话，就是 IP 的致远的部分，哦，在之前的股价表现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强。好，那我觉得哦，其实你从创这一波段 IC 设计类股有创新高的一个个股去做。所谓的一个选择啦齁。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昨天也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像安国的部分、USB 控制 IC 的部分，因为创维的股价拉高之后，当然这个地方它会面临到一些压力。其实它今天媒体写的前两个月的 EPS 比去年同期真的大幅度的成长，可是重点来了，毕竟它的股价真的涨比较多了，它在天边，对啦，它真的涨比较多、那昨天又留下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它会在这个地方整理啦，短时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整理为主、那这一些的资金呢，慢慢的它会转到一样相同的逻辑，比如说看起来是真的还是逆转啊，对，你看一下，对，8054的安国的部分，8054的安国，对，这是 USB、所谓的一个控制 IC 的、你看到股价就创新高，老师有讲说哈，这个位阶比较低，这种位阶比较低的它会上。那你看一下6104的那个5351的预创好了，我们看一下5351的预创好了，你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一块会慢慢上，大家有没有发现也慢慢上来的？因为它也都整理一段时间了。那当然预创的部分也跟 Type C 有关哦。那你像3588的通家的部分，其实也一样。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底部形态都越来越强。2436的伟全电的部分，2436，对，这种跟快充有关，但其实他们的形态都很类似。我觉得这种长得很像。对，我觉得这几档，这三档哦，这四档啊，只要有一档突然间拉起来，我相信其他的应该就会慢慢动了啦。所以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创伟所引导出来的，不管是预创、通家或伟全的或安国，我觉得这一块在目前的一个未来展望相对而言比较好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可以特别的留意。老师认为说，你就这两档看当指标看，可是因为它已经在右上角太高，大家不要追，反而是其他这些哦有相同的题材呢，位阶比较低的，感觉底部形态有完成的，介入是比较安全的、这是 IC 设计张力老师所做的观察跟建议喽。那么记忆体呢，我们一直常常的追踪哦，记忆体族群正是哦外资。常常来唱衰它了，几乎没有什么好话。但去年呢，大摩推出了凛冬将至报告之后，记忆体是有往下打，不过也回到当时的这个波段的一个高点了。那想请问一下，这次他又来了，他讲说 PC 厂下修今年的目标产量，可能冲击第二季的 DRAM 啊、SSD、NOR Flash 等等的需求，看坏了华邦电跟网红。那今天华邦电呢是有点带量下跌啦。对，这个新闻怎么解读？对，好，我们先看一下华邦电的部分啊、你看一下现行的部分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他那时候凛冬将至，大概就是这个阶段了、一直唱衰，一直唱衰。可是大家要发现哦，他那时候唱衰的时候是在相对低档的位置。等一下我拿报价给大家看，那时候的 DDR3 的部分来讲，其实没有太差。对，大概这个地方他一直唱衰，上来也唱衰了。好，那时候确实报价跌了一段，不管是 DDR4 的部分也是相同的。好，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股价是来到相对高档。我们等一下对所谓的现货价的一个部分，那这个状况就比较不一样。大摩唱衰记忆体，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太特别，因为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唱衰，从去年下半年到基本上没有看好过了。可是他昨天是买超华邦电10000多张啊，那个就是其实就是他的一个 sales side， 就是他的客户的部分、就刚台积电的状况一样，对、是一样的一个情形、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这个不要太去思考它。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当然了、啊、就是认为 PC 这一块等等啊，会冲击到哦。大家记不记得，在大概一个多月前，大家非常看好的时候，凯霞的事件，对不对？一堆人在讲记忆体的部分，结果现在跌下来了。哦，其实就不会有太多人再去讲。好，那我跟大家报告，其实 NAND Flash 的部分来讲到，目前传出来说，第二季大概仅计增啊，合约价的部分。那之前是传5%到10%。好，那低润的部，随地机型低润的部分来讲的话，有可能第二季。所以你看到今天的华邦电为什么跌幅会比较重？因为大家怕立即型记忆体，对不对？那 NOR Flash 的部分来讲的话，第二季大概持平，可是因为整体的总晶的状况、全球景气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现在怕的是整体的大环境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DDR4 去年哦，一直从现到现在一整年的一个情形。你可以看到，在那时候的时候，其实为什么这一段的记忆体连标准型都会上来？因为它的报价真的在反弹啊。你看从十月是，它那时候唱衰的时候，其实已经跌了一段。它假如在这个地方唱衰哦，那就厉害了。对，那时候记忆体很多都这边讲的，它已经跌成一大段了，它才开始唱衰。那有意义吗？那意义不大。只要报价开始反弹，所以你看到连。南亚科这一波段其实都反弹一大段。好，那另外的第八区的部分 DDR4， 你有没有发现也是一样，低点大概都在这边啊。所以你看报价的部分，股价是不是大概低点都在那边？然后之后你看为什么会反弹？因为上来。好，那标准型我跟大家讲过，离高点还是非常远啊。对，离去年的高点其实说真的还是。所以南亚科为什么表现会比较弱势？其实这样。那这个是 DDR3， 这个就是所谓立基型的部分。你可以看到报价的部分，最近这一年其实它对它是，所以你看华邦电为什么会比较强？所以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好，那你看一下它的低点的时候，其实它那时候去唱衰它好了，对，其实它的报价都已经反弹了。DDR3 的部分，所以它那时候去骂华邦电，你看一下，你看你就知道，你这时候去唱衰它干嘛？它都已经报价都已经反弹了，你知道吗？九月、十月都已经反弹了，那股价那这个就不符合逻辑啊。所以你看。华邦电为什么这一波段其实说真的涨最多，比南亚科来的多？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当然，现在大家担心利基型的部分、啊，因为它今天是有点爆量跌，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整体经济的大家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加以观察。那就是说，其实记忆体这一块，因为从报价来看，最近确实有一点点又下来，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先暂时。不要过度去做琢磨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从报价来观察，我先来问赵老师这个关于油价的问题好了。因为最近地缘情势持续紧张，连外资都担心，也推升了油价持续创高。刚才你有说塑化族群也许有机会成为传产轮动的下一个接棒者，怎么样来关注呢？对，没错，我跟大家报告、油价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这一波段来讲大概来到130块了、那最近当然有回档修正，那这一周又开始出现反弹。其实哦，原物料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它的波动不要太大。你像镍价冲到10万块美金，然后现在前几天跌停，然后今天又涨停，对不对？对，这样的波动太大，对中下游的部分、上游的部分，其实对整个产业都不好。那假如它可以维持在高档，比如说它可以这样慢慢上去，或者是维持在这个地方。它的下游的成品的部分来讲，它就会调涨。对，那其实你看到钢价就是如此，对不对？铁矿砂反弹，那些的原物料的报价，钢筋啊、或者镍价的上涨，不锈钢啊，它的报价就涨。对，所以它的股价就真的涨了一大段。哦，那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对利多，因为这个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对筹码相对上短时间有可能凌乱一些。钢铁的确是这样，对，确实是这样。因为你现在在说涨价，那个已经都预期了，因为大家都在涨了，你知道吗？那涨到这个地方，它会开始有一点筹码的压力，除非未来它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说报价能不能再涨？对，好、哦，那报价假如可以再往上涨，那当然是 OK。所以我才说你看丰鑫嘛，对，它开周盘盘价好。那塑化的部分来讲，因为之前大家觉得。台塑四宝对于景气的展望，在去年底的时候感觉不是太好，那时候还没俄乌。对。可是重点来了，现在呢，因为整个油价上来了，所以相对比较乐观的，当然就是台塑跟南亚的部分，他觉得比较乐观。那产品的部分大概就 PVC 啦、EVA。那我觉得 PVC 这一块，其实大家要特别的一个留意啦。那另外的台塑化的部分，台塑石化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它也预期啦。第二季就是说，以这四家来讲，他们都觉得第二季会比第一季来得好。所以上游的部分他觉得这样，那下游的部分他当然陆续会出现转价。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好的。那当然，因为台塑集团的股票这种权值大，所以你要外资来买，对，它才容易涨，就是比较稳啦。对，这白话一点的话，对啦，真的是。啊，你要比较投机的，或者是比较活泼一些的，对，波动比较大的。其实我觉得你看一下，其实去年获利都不错。当然我们不能用去年的获利来讲啦。那现金股息殖率也不错。那其实以上来看，我觉得这三档都 OK。不过华夏的部分来讲，
相对会是比较好，因为目前 PVC 的报价来讲的话，它呈现持续在涨。对，那上游的部分来讲在涨，可是它成本的压力已经慢慢的减缓，就是说它的利差会开始步上正轨了。对，那另外 PVC 的一个布局来讲，其实格局来讲，它还是非常的一个健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殖利率又大概有7%，1305的话，对，你看一下。这种股价，这种股价其实已经整理一段了。哦，这配2.2哎。对啊，大概有7%的一个水准。我的意思说，你看这种形态好了，这种只要一点火进去，其实股价动能，你拿来跟2014的中鸿来做比较，2014当然产业不一样，可是中鸿这一段的涨就是源自于铁矿，对啊，就是铁矿砂涨，报价涨。那现在油价涨了，其实稳定了，因为油价有时候之前涨太快，中下游的部分也不太敢补货，对。那你现在稳定了，只要维持在高档。其实中下游的部分来讲，它会进来补货啊，因为不补不行啊。对，所以你看一下这种线型，这个是中红的部分。那你看一下1305的华夏的部分，1305。对，你看这种，我觉得这种只要形态一突破，其实股价应该就会出现比价的一个效应。好，这位老师给了很好的观察哦。现在啊，这个传产的这个资金热，不只是在台北股市，在国际股市都一样。可是呢，钢铁股啊，在报价上涨呢，急涨过一段呢，筹码稍微分段的情况之下，不妨留意哦。油价在高档，有些塑化族群，尤其是二线塑化族群，可能行情可期，打底完成之后呢，有机会随时发动喽。如果说你对操作，不管是 IC 设计啊，或者是传产当中的塑化族群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欢迎参考画面上面赵磊老师的大头娃娃，可以跟他加个 LINE， 不然持股问题跟他请教跟讨论喽。广华去追踪原物料行情，今天呢、继续要来问的是阿文在肥料的这个问题哦。因为呢，国际的肥料价格来到了历史新高，甚至突破了2008年来的高点。春天来了，药春跟肥料涨价了，那哪一些个股有机会受惠呢？今天很多的肥料股啊是冲高之后爆大量流的上影线，要不要担心呢？广华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收看五七股市同学会，现在呢，这天气越来越暖，春暖花开就是要耕种的时候。没想到农夫逃不得休，因为肥料变得好贵哦。看一下哦，这个是呢来自 CRU 的资料，这个是国际的肥料价格，2008年是360块，现在突破到377块钱。为什么呢？化肥一样的肥料，什么氨啊、氮啊、硝酸盐、钾盐等等呢？今年以来价格涨了3成了，超越2008年。CRU 的肥料价格指数本周创下历史新高，加上现在加拿大的铁路工人罢工了，不运肥料，中国的出口禁令呢都助长肥料的行情，而且不只是台湾在封肥料股，美国也是。能源股现在变成新的 FANG 尖牙股，就是 fuel 能源、农药、谷物、天然资源呢跟黄金，新尖牙股成为2022年的热门投资标的。台股的化肥大队，我们来看两支，一档是东碱，一档是台肥。东碱今天又创下新高，可是爆了大量流上影线，有没有关系呢？有价量跟上来了，这上影线怎么样的关注？是隔日冲惹的祸吗？那台肥部分呢，有公布配息2.8块钱，内销肥料尽管因为配合政策可能会动涨，可是外销尿素价格走高，低基营收看望。好，油料的行情，阿文再继续帮大家来追踪。对，油料行情的话是暴涨暴跌，你看哦，以前360的时候掉下来是怎么掉下来的？100，所以这个377如果怎么掉下来？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大涨的股票的话，必须要设立所谓的停利点或是停损点，要风险概念，因为有时候下来很惨。对，过去的话，油价涨到147块钱美金，一回来的话是15块钱美金。对啊，那拉回的幅度就很快，所以原则上哦，这个还是要，但是这段时间因为就是整个原物料价格应该还是会居于高档，因为真的要等这所谓的乌克兰跟所谓的俄罗斯的战事慢慢真的有协调，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结果，那不然的话，现在的话是越演越烈。对啊，现在是越演越烈。现在你感觉上是不是说啊已经到尽头？好像感觉上只是半山腰而已哦。因为你可以发现西方的动作的话是刚开始。好，你看现在拜登哦，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怎样？之前是用嘴巴讲，现在是用行动。终于要去欧洲了。他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啊，开始就要去。到那个所谓的北约的总部的话，就要跟他们开会哈。那重点是在哪里？重点的话就是要跟他们做进一步的所谓的制裁的措施。那现在德国说不可以啊，不可以，不要制裁啊，也很严重，很严重。但是哦，这个美国一直笼络其他的国家，幸好英国已经脱离。英国如果没有脱离的话，是所谓的美国的跟屁虫的话，是会支持的哦。所以变成说现在只有德国反对，所以这个如果再制裁的话，那原则上那当然原物料价格还是高涨震荡，搞不好还是持续创新高哦。那
这个俄罗斯就讲了，你不要制裁啊，什么制裁？哎，现在黑海的黑管已经暴风雨受损了，对，原油已经供给量减少了，你还要制裁，油管还坏掉，所以又涨5%。对，所以昨天油价又涨5%，是这样哈。那我们昨天有报告就是说，这个操作所谓的原料股票，当然就要设定一些，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说，涨上去之后，如果出现一个礼拜之内弹不上去，那慢慢就要走下坡，啊，不然的话就是 W 底，就是所谓的这个 M 头，M 头形成才会下来。那你一根长黑的话，它还是会弹，一根长黑它还是会弹，那我们可以发现哦，今天一早的时候，美国股市大跌，对啊，那就想说这原物料可能也惨的，对。但是你一翻开来之后，你看哦，这个 IPI 的话，这一个所谓的农粮股的话，涨9.3%，不是大跌啊，对啊，昨天是它大涨，别人大涨它大跌啊，它涨9.31%哈，你看这边的话是哦9.69%哈，因为还有变哈，然后 UAN 这一个的话是涨5.55%。这个 MOS 叫美盛的话，这个是涨3.43%，CF 的话是涨3.5%，这四档个股全部都是农粮概念股，全部都上涨，大家都跌哦，高科技股票都跌哦，只有它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东碱一开盘就急拉55.5%，差一毛钱就涨停板，对，但是股票市场一定是这样，有赚大家赶快跑，这样就一定震荡，一定震荡，所以沿着上农粮股的话，还是继续震荡，是的，那如果说沿着上这个原物料股票还是持续这样的话，这类型股票是大盘的重心所在。那我个人认为说，钢铁股的话是前仆后继啊，对啊，涨都会整理。但是现阶段你可以发现这张图好，这个从俄罗斯进口这个欧洲这个所谓的欧洲的钢铁从所谓的俄罗斯进口的话从这个乌克兰进口，你看14%。好，这边是12.3%，那这个从乌克兰的话是7.1%。去年是8.4%，对，所以从21.1%、20.7%，大概21%，对，比重很重哦，对，这个比重很大哦，对，啊，现在没办法了，对，所以一下子要欧洲有20%的钢铁都要从乌克兰跟俄罗斯来，所以他就转到从印度，印度从8.4%增加到11.7%，你就知道他从亚洲一直进来，那印度进来的话，那赶快就跟中钢、跟合金钢铁这边要求一进来的话就是大涨。就是大涨，所以这个涨幅的话就是真的蛮大的，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第二季外销的欧洲增加了30万吨，这个等于季增就20%，对，那这个是不是持续性？还是持续性？对，好，那本来第二季、第三季就是钢铁的旺季，第一季是淡季，第四季是淡季，但是第二季、第三季是旺季，那现在以前本来盘价就要涨，加上欧洲需求又很强，所以这它是一个所谓的 continue，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未来这个钢铁价格的话，它是水上船高往上拉，所以钢铁仍然还是一个所谓的重点指标。钢铁走的会比较长，对，好，钢铁会走的比较长，好，啊，这是暴涨暴跌，对对对，这个是暴涨暴跌，所以要追踪哦，每天看我们节目。好，所以原则上这个所谓的原物料族群的个别股的话，还是要注意。好，那航运股的部分呢，也那航运股的话哦，现在就是因为人家看到你赚钱的啦，对啊，所以哦，你过这个山寨的话哦，你要留下买入钱，你过这个。运河的话，你要留下运河费哈。那运河费的话，三月涨一次，看你原来是赚45块，赚46块，赚很多，在5月份再涨一下哦，现在涨20%哦，所以今天航运股跌哦，就是人家看它眼红就把它涨价啊，代表它赚得多嘛，对不对？啊，所以成本上升。好，哦，因为应该增加不多了，但是问题就是因为这样，今天压力稍微比较大一点哈。那我想东碱的话，我们还是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可能要形成一个 M 头了哈。那你说一根黑线的话，马上就下；一根黑线马上下，但是又上去；一根黑线的话又上去。所以原则上的话，大部分这类型股票的话，可能是形成 M 头哈。你看基本面的部分有支撑它的股价哈。前二月份的营收是年增134%，所以原则上我们大概是47块的话是一个停损。好，如果出现 M 头破颈线才是转入，如果还没有的话，现在油料行情方兴未艾，大家还可以注意。对对对，你也不知道它会涨到哪边去，对，因为那中钢的部分，我们还是认为就是大概是步入外太空了哈。那没有跌破38块之前，我觉得钢铁股的话只是波段的一个操作，所以钢铁股还是重点。好，那电子股的部分，其实 IC 设计里面呢，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强势的个股在表态，是从大盘呢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讯号跟方向呢？对对对，其实哦，为这个昨天哦，这两个所谓的
低轨道卫星开法说会，电子标签开法说会，我们用一个字就是说何止一米，卧室相其一茶，茶比米还有价值吗？那可能米加就是加一百，茶也加一百哈。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子，因为哦，米数哦是八十八岁啦。啊，相其一茶，意思讲这一百公倍，讲不止八十八岁，它可以活到108岁。你讲低轨道卫星未来空间很大，电子标签未来空间很大，比想象更大。那有些人就说哦，比如说银泰涨停，伟人讲你敢赚六块呢？你明年才赚10块，你为什么本益比可以到28倍、30倍？哈，那或者是说，因为它可以喝茶。为什么你低轨道卫星的话，哈，比如说像所谓森达科只赚6块、7块，对，你为什么本益比可以30倍？为什么我们其他股票那么可怜，只有10倍、12倍？你就可以30倍，因为股票有时候就是你要相期一场，就是说你未来空间有多大哈。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Starlink， 这个是马斯克的公司，他的用户哈，他的用户你可以发现哈，他现在的话哈是在2021年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哈，他的用户是在这个地方，他2024年的用户是在这个地方，那这表示就是说他的成长性，今年成长好，你讲好，我今年赚7块钱好。啊，你本益比太高，那也许2023年它这个水准的话，你可以赚10块钱。那也许2024年这个水准的话，你可以赚14块。所以你未来是7块、10块、12块、14块、18块，因为你未来趋势将近有4到5年的话，你是这种趋势。那我们来看一下电子纸。好，电子纸现在是117亿美金哦，117亿美金。2021年是117亿美金，2025年是多少？750亿美金。现在是117亿，然后2025年是750亿，将近成长5-6倍，所以它成长幅度中，他说我虽然现在赚6块，好，明年赚10块，那按照这个速度的话，我后年赚14块、16块，我未来空间那么大，所以变成我的本益比就高。那如果也许我今年赚了之后就当下来，你就是以当年来看，因为你未来会当下来，所以你的本益比就不会太高，因为你的平均值的话是往下，是不高的。但是这个变成说它一直往上，一直往上，现在是这个水准，那以后是这个水准，每一年都成长，所以你的获利复合成长率的话一直拉高，一直拉高，所以这个就何止一米，只活88岁，这是活可以活到108岁，所以它的复合成长率这么高的话，所以它的本益比的话，市场就用25倍到30倍来换算你。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这类型股票不探底啊，买的你会很担心，因为哦，它涨的时候的话，你要赶快卖。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它没有赚钱，本益比过高。对。但是为什么它本益比会高？它是建立在这一种复合成长力的一个空间。电子纸也是建立在这种空间，哦，117亿，之后是750亿，才5年的时间，这种成长力，所以变成它的复合成长力高，它未来获利能力会越来越高，所以它的本益比的话就会比较高一点。好，所以昨天大概是这样讲，就说我森达科，我这个低轨道卫星，我的营收去年是4000万，这个很少啊，这涨什么涨？嘿，今年10.5倍，10.5倍我们假设的话是42亿好了啦。好，那明年1.2倍到2倍，那就变成60几亿。对啊，从4000万、42万。好，到60到80亿，你可以发现这个未来它获利的话，速度就很快，所以你眼前可能它赚7块钱，也许明年的话它可能就变成10块钱，后年就变成12块、14块。如果这个趋势没有改变，今年10倍哎，很夸张哎，所以股价是建立在这种基础，那你像森达科就是说。那我以前是这个法说会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是4到5倍啦，那现在变成10到10.5倍，就是它订单一直来一直来。那订单以前就是认为就是说 SpaceX 就是只有所谓的这一个马斯克的公司，这个 OneWeb 的话哈，这家公司其实它的量也很大了哈。那亚马逊这个哈，未来要发射的卫星更多，对，所以这个量都会很多。所以有些人看股票都是这样看的，探七块。本来他预估只有6块钱，这一次法说会把它调高到7块，只调高1块钱，对，获利增加空间不大。那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一开盘这边的话，195.5，差5杠都被涨停板，就是因为建立在什么这种复合成长力而且接单10.5倍、1.2倍、2倍这一种的。那元泰的话，这个我们过去讲很多了，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们一开始来这个节目开始讲的话，就是元泰。我记得阿文赛还有拿电子纸的那个复合成长率给大家看哦。对对对对，那我们那时候讲电子纸，后来讲窄板，对，那现在大概就是讲车用晶片，好，所以为什么讲新能，或者是讲就是这电动车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些都是爆发性的因为
大陆来讲哦，现在都没有课本的了，全部都是用的电子书的话，彩色电子书去上课的啦哈。而且现在欧美的人工缺乏非常严重，所以现在这种导入速度越快，所以加热五啊、大热啊什么这些使用率的话越来越高了哈。所以变成说，今年的营收成长44%，明年成长还是44%，虽然获利不是那么高，大概6块10块，对。但是为什么本益比给它25倍，给它30倍，就是因为它的复合成长率高。那像电动车的部分的话，你看哦，这个的话是所谓的电池，对，明君你看哦，2021年电池的话是324亿瓦，对，2025年是730，哇，因为它的母数已经很高了，对，所以这个是倍数，所以每一年成长率其实是很高的，所以这个电池增加这么多，就是未来的电动车的话会一直普及上来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电池管理这个就很重要，不然的话你电池一买来的话马上就没电了。所以电池管理系统的话，我们才有说电池用久它效能会降低，所以就要靠管理系统来帮忙。然后 Tesla 现在又新的超级工厂出来，所以现在估第一季的话比去年第四季更高，因为它第一季是这样，第二季是这样，第三季第四季是这样， Tesla 是这样的哦。那既然第一季的话跟第四季一样的水准，而且更高，对，那表示今年水准的话比去年水准高出非常多，所以去年是93.5，比一起高嘛，那今年本来预估124.5，现在可能调高到140，所以变成说电动车的题材，那大陆的电动车哦，既然晶片从86块涨到1.2万，这人民币啊，对，这人民币啊，好，你可以发现就是说，这所谓的汽车晶片的话，现在涨的幅度的话，真的是很多啊，有的晶片它是多样了，少量多样，所以有个晶片一缺乏的话，整个就完了。好，电源管理系统 BMIC 的指标个股新唐，对的，继续突破哦，今天有到180的，所以原则上这类型股票还是不落外掏空。但是问题的话如果出现大量中黑的格局的话要设立一下停利点，好，要小心阿文塞提醒了。台办呢？那台办的部分的话，是因为它是做 MOSFET 的，它是做电压，我们以前都认为它是二极体，但是国内的所谓的 MOSFET 厂都是做 PC 的。大概只有大众有做所谓的这个汽车的，好，那真正车用的话，是像这一种二极体转过来做 MOSFET 的，因为 MOSFET 它主要是控制电流、控制电压的，所以这个的话因为它现在在联电那边良率90%以上，而且切入第一批的所谓的这个 Tier 1，就是最前面的供应链哦。对对对对对，不是中古二手的哦，这个，所以变成它利润率也会比较高，所以最近的股价的话也跟着新涨在涨哦。好，那这类型股票因为整个量出来，所以第一季比去年第四季的话营收是逆势成长，所以我觉得车用晶片、车用的概念的股票的话，仍然是电子股里面的重心所在。好，阿文在今天呢把重心放在车用相关的，还有这个呢具有成长性的，包含了电子标签族群啊。低轨卫星以及呢车用电动车未来的发展呢是无可限量，大家可以布局这些具有成长性动能的个股，也许可以先撇开本益比的观察，从这个成长性来选股票的话，也许是未来更有收获的。若是你对操作阿文塞刚才介绍的个股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欢迎参考画面上面阿文塞的大头娃娃，可以跟他加个 LINE， 不然持股问题跟他请教跟讨论，老师资料呢都在 LINE 里面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了。光华聊一下，鸿海今天终于是动了，昨天公布了配发史上最大方的红包，地板价100块钱就是防守价吗？不用担心吗？鸿家军里面道道大动啦，小老弟有谁可以跟上呢？广告回来锁定57股市同学会。回到57股市同学会，今天好多小股民们好感动哦，为什么？因为鸿海终于动了，鸿海呢要来发大红包，配息5.2块钱史上新高，郭董可以领90亿元，79万名的股东受惠喽。今天股价呢一度上涨接近2%，那今年展望呢，董事长刘扬威讲了，我们现在以每股纯益极大化为目标，争取更多订单，那就是电动车了，而且今年第一季是10年最好的一个季度。 MIH 联盟明天要举行伙伴大会跟首次的海外招商会，那想先从鸿海来请教邓老师喽。对，这么大方的鼓励，之前老师有讲，你鸿海你就买，然后100块钱就设停损嘛，这个哈风险很低的。但看起来100块钱真的是它的地板价了吗？应该是。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个先来看这个鸿海的 K 线。我当时讲说这两个100块的低点都做一个十字线，十字线。那十字线在 K 线理论里面叫变盘线，对，也说我这边有可能变盘往上，这里有可能变盘往上。而各位，这两根出现的这个十字线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经历了俄乌开战，对，也经历了大盘跌1000多点，对，我就是要把100块守得稳稳的。然后我说了，还没有电动车的贡献营收，去年就赚10.05，对，那今年明年会更好、啊。董事长说要极大化，那这个本益比是不是特别低？对、啊、很低嘛。所以我当时我说，你就是反正在这边买都不用担心，真的破100，那就停损。可是100不容易破，因为这两根 K 线钉在那个地方，已经很扎实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说，鸿海呢也果然啊是配了5.2，当时刘扬伟说我配50%以上，对，所以大家估至少5块，哎，果然配了5.2，对，这也是史上最高的。所以我相信鸿海的股东应该很高兴、啊，很开心哎，这样算起来殖利率有5%啊，有5%哦，那再来就是说鸿家军在涨，各位看到今天有不管是台阳啊、建汉这些涨。可是那些基本面还稍微有点疑虑，疑虑、但是呢，你反而可以做鸿家军有这一档化汉，化汉，你看看我赚14.3，不错吧？有，然后呢，配一半，我配7块哦，也不错哦，我配息率也有配一半以上，还有我连续跟各位讲的汉唐，哎，也公布了，对，去年赚14.53，连续3年都赚超过1个股本以上。然后去年的它配息率是80%，如果以今年配息率跟去年比照，一样配80%，那你看这样要配多少？可能有10块，在1块呢，8×14就好，在1块呢，所以这个也要注意，而且基期很低。对，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说，哇，基期低的，本益比低的，再来就是殖利率又高，哇，那bingo了。对，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说，新唐、盛群、灵通，当时我怎么比价？各位知道吗？在经过俄乌开战那段时间，当时的新唐是140块左右，对，到今天冲到180，对，对吧？对，当时的盛群是100块，对。冲到今天126.5，对，当时的灵通是60块，冲到现在80几块，请问谁涨最多？它涨最多，对。那同样的道理哦，现在新唐的本益比24倍，现在的盛群本益比13倍，对，现在的灵通本益比也13倍了，因为从60涨到八十几的，最高86。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布局股票的时候，我们去想，我是领先指标，当时的它本益比140的时候将近20倍，对，它是一个指标，大家很注意嘛，对不对？可是当时它20倍的时候，它10倍，它9倍，结果现在呢，它也来到了13倍多，它也来到13倍多，都追上去了，对啊，这个来到23倍多，24倍。好，那我们现在还有谁还没有？还有遗珠之憾是谁？谁还在跟盛群一样，当时10倍，跟灵通一样，当时9倍，有啊，这里啊。10倍9倍，翼龙电，好，各位去看股价哦，它现在10倍，这个9倍多，对，那未来一个月以后呢，就说俄乌开战到现在一个月，对，那未来一个月以后，你可以享受是这一段的涨幅，是有指标让你看，所以现在的 MCU 是在做本益比的比价，那我们这样去找，发掘松汉、翼龙电，哎，既然现在一个10倍，一个9倍，那未来一个月后呢？你可能可以享受这一段的波段。好，那大家再从技术面来观察喽。大家可以先用手机拍下这张表格之外，你可以参考画面上面我们邓老师的大头娃娃。老师刚才讲得很清楚 ，MCU 现在新唐当指标，在做本益比的比价喽。有人冲到20几倍了，谁落后补涨，有机会跟上，你的筹码转强了，一档一档来解说。老师，鸿海先来。好，鸿海呢，刚才看过日线之后，我们看周线啊，周线已经很明显告诉你说，我 KD 在低档交叉而已。对。我 MACD 柱状体才慢慢加温而已。那现在就是说，因为大盘的量今天只剩2600，一直没有冲到3200、3500，所以不会有什么类股齐扬，都是个股表现，或者单兵点火，那没有关系。那现在我们看到鸿海是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应该就是先挑战这个111啊。所以如果持有鸿海的就续报，好，再来，我们刚才提到化汉啊，去年赚14.3，要配7块。那重点在这里啊 ，K D 将刚交叉，这是周 K 哈，这个礼拜才刚交叉，明天不就收周了吗？对，所以下个礼拜它会往上走。好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日线啊，化汉的日线，对，它现在还是慢慢走哦，哈，所以这些股票就是说你要提前布局，对，就像当时我们在看到市场上新唐的指标。MCU 涨价题材确认，对不对？新唐当指标的时候，当时我在讲盛群跟灵通，成交量也没有很大哦。对。可是你发觉，慢慢增温，这样涨了30-40%。你要的就是买完之后开始慢慢涨，而不是涨了之后才去追，那就会睡不着觉，会害怕。好。好，所以汉唐，你看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哦。
那为什么？你看哦，它又出来了，连续三年都赚超过一个股本，那代表公司是稳定的。再来配息率都在8%左右，哦，那可能配11块呢，哈，那很高哦，而且位置很低，重点在位置很低。对，所以你发觉到最近的汉唐是慢慢爬，你看今天也是慢慢爬，对，慢慢爬哦，来到爬到199喽。因为你看日 K， 你一定不敢买高档钝化，因为高档钝化。可是如果你如果看周 K， 你发觉这一切才还早得很呢。而且是不是过了？我说19是这个颈线，181这个低点都过了。那过了之后会不会算？会不会算？会不会算？一等距离，会算吧？请你把它抱牢，好吧？你不要嫌它长得慢，我告诉你，慢慢长才是可怕的哦。好，好，再来。台骏呢也是一样，从真顶来跟它比。对对，哦，那一样的哈，那配息率。赚8块，配息率5块，这本益比才13倍，也是很漂亮的啊，哦！所以跟真底用比较叫效应。K D 指标跟 M A C D 也都是转强的。好，我们要讲新唐 M C U 了，哦。那如果说你有新唐这档股票，注意了哈，容易哦，因为它突破了这条线之后就往上走。对，哎，它突破了周 K 的下降压力，都突破了，都突破了，所以你看它现在整个突破了嘛。对。那有没有机会说它真的去走一个等距离的上涨？对。哦，有机会啊。因为它现在是人气指标，那但是我刚才说，当它在往上走的时候，就会带动底下的这个本益比的比价效应。所以你知道新唐若熄火的时候呢，请你就不要再去追了。好，像盛群，你看它目前是要挑战这个132，目前来到126.5了。那基本上你空手了，要不要这里追？不要，因为这里上去空间不大了嘛。哦，当时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在100出头，对，那来到这个地方就要先跑一趟，会整理，好，再往下看一下。好，那至于灵通，你发觉哇，它真的是刚过线，刚把这条线突破之后往上冲了。对，那如果你持有它，你就守啊，你就守五日线啊，守五日线的这个停利点。那你空手要接它的话，可以。哦，回到红 K 的一半来接，回到红 K 的一半再来做介入哦。但是如果真正空手的人 ，MCU， 我反而会建议我们要买市场未来会飙，而且买得很安全的股票，就像当时的盛群跟灵通。那我反而会觉得说，你注意它，你看赚8.7倍7块，是啊，股价才多少？90块。那你说殖利率高吧？高，本益比低吧？低，低嘛，10倍左右。啊，这个都刚开始，有没有看到？好，再来，再来。翼龙电，翼龙电也是啊，你看我赚17.64，这个也是很寂寞了耶，赚那么多，低于10倍，这个就是灵通9倍多的起涨的那个位置，当时很像，对，所以我说我们就是要找这种复制的啊，这是不是刚交叉？对，它才刚刚刚 touch 交叉，明天是收周 K 啦，对，所以很安全。好，松汉跟翼龙，那最后一档就是中红，追踪一下这个，我当时告诉各位说这个颈线过了。然后呢，请你用波段持有，你发觉它前天收黑，昨天就涨，对，今天收黑哦，小跌，明天又涨给你看，因为它这种股票是这样，它就是这样子，对，它要走这一段距离，你给它时间，它就会给你1:1最上满足区，所以钢铁股对保守稳健的 AK 布局，但就是不要买红，买黑比较安全，那 IC 设计要注意。